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接一下。达则天下天下。刚才干什么？没说话。江苏对吗，李老师？三个男的。很端庄。我是说你，老师还有王后娘娘出丑，打哈欠啊，把娘娘最生活的状态全拍出来了。我的心内和心外反差有点大，不要再拍了，全部露馅了。我站到好远。我站住了。不要偷拍哟。不要再拍我了，很端庄。小姐，又拍我。